混教室爵士乐团。Thank you.
好，大家好，我们是 School of Rock 爵士乐团，谢谢。好，非常开心能够在台中爵士音乐节担任第一个演出，对，第一天第一个演出。好，那我们前面会带来两首是我自己的自创曲，刚那首曲子叫做 The Chase， 对，然后收录在我九月发的新专辑里面。对，然后专辑名称叫做《The Sea, The Sky, The You and I》，海天你与我。对，然后现在已经数位发行了，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各大的那个音乐平台搜寻我的名字或者是专辑名称《The Sea, The Sky, The You and I》。好，那我们今天的演出非常荣幸能够邀请两位在爵士乐圈非常知名也非常活跃的两位老师哦。Michael Wang on trombone， 对，那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他的专辑，叫做 My Influence。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止在数位平台上有发行，他也有实体专辑。对，后面的成品我刚刚休息的时候有去逛一下，后面成品有卖。对，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好，那另外一位是郭俊玉 on piano。OK， 那他其实也有自己的作品，对，那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他的，应该名字就应该都会找得到，对，好，那接下来带来另外一首也是我的创作，他的歌名叫 Away from Dublin， 那录音版就是由 Michael Wang 来演奏这首歌的旋律啊，大家可以听听看。Thank you.
带来了两首原创曲子，刚刚那首叫做《Away from Dublin》，离开都柏林。好，那接下来会带来两首，因为我们是 School of Rock 爵士乐团，所以在选曲上面有稍微找了一下两首比较贴近摇滚乐的。那接下来带来另外一首就是比较有 funk 的感觉的歌。好，那是来自非常厉害的一个 bass 手，叫做 Jaco Pastorius 的作品。叫做 The Chicken。We'll be right back.
Thank you.
是来自算是知名的英国摇滚乐团的 Pink Floyd， 他的曲子叫做 Money。对，那我们把它就是应该说，我有参考到一个就是爵士乐手改编的版本。那他的专辑的名称就叫 Jazz Side of the Moon， 就是有点算是致敬原本的专辑名称 Dark Side of the Moon 一样。对，然后里面的曲子 Money。OK， 好。那我首先先介绍一下，另外两位，鼓跟贝斯的老师，贝斯手 J， 鼓手John Paul 老师。好，那我们School of Rock 爵士乐团其实已经运作了大概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那一开始在成立这个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希望能够推广爵士乐给不管是更年轻的，还是有兴趣但是不知道要怎么玩、怎么入门的学员。对，那这一年来，其实我们也带出许多非常优秀的学生。那我们今天就会邀请两位学生上台跟我们一起表演。对，好，那我们欢迎主唱 vocal 靖哲，好，还有我们的 keyboard 手靖元，好，然后我们要一起 play 一首蓝调。那其实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刚开始其实不管什么音乐，刚开始一定会先介绍蓝调。那蓝调它可以是一个曲式或是一个特定的和弦的进行，那也可以是一种精神哦。所以蓝调算是许多音乐的起源，对，许多音乐风格的起源。对，那我们就来一起先演唱这首 Blues， 歌名叫做 Route 66。Thank you.
Thank you.
这首是一个浓浓的蓝调的歌曲。好，那在上手之前呢，我们先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麦克王老师，还有郭俊宇老师。那谢谢两位老师，那这次呢，我们一起表演，我们来一个掌声。老师，你好像有粉丝，那你那个等一下在后台再跟他要签名。好，那接下来我们下一首歌是一个比较抒情的歌。那今天现场很多人嘛，那我不知道大家是跟谁来呢？大家是跟同事来，还是跟朋友来，还是跟家人一起来呢？那都没关系。那我希望大家就是在今天晚上都能够享受。带给大家的爵士乐，那我们一起爱上爵士乐。好，下一首歌就是 Let's Fall in Love。I have a feeling, it's a feeling I'm concealing, and I don't know.
成立主要是因为那个课程，那我们的课程当中其实就是会教大家认识一些爵士乐的重要元素，包括前面讲的blues 蓝调，然后一些比如说即兴啊，就是在爵士乐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对，那像这首歌的话，就是比较像是那种大家在常听到的爵士乐，就是可能会有一个女主唱啊，然后来担任这个唱旋律的部分。对，那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类似，那这首歌是所谓的爵士乐的标准曲之一。对，那一样也是非常好听的曲子，那它有非常多的版本哦。好，它的歌名叫做 All the Things You Are， 那可以去找看看网络上的许多不同版本。
seems long. You are the restless touch of meaning. I tremble on the brink of the lonely summer. You are the angel flow, the light of star, the dearest things I love of what I love. Someday my happy arms will love you. Yeah.
那时间很快来到我们的表演最后一首歌曲。那今天很开心能够在爵士音乐节的第一天第一场活动，那能够带给大家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很美好的开始。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爵士音乐节非常棒的活动。那也最后我们用这首歌也是一个爵士乐里面很具代表性的歌，那它的节奏感也很强烈。那我们用这首歌，那也在整个的表演里面希望带给大家一个很完美的 ending。 那也在今天这次不是国庆连假，因为今天应该是大部分的人是有上班的嘛，对不对？那没关系，今天就是一个周五的夜晚，那我们用最后这首歌来画下一个完美句点给大家。那接下来还有很精彩的表演，下一首歌就叫做 I Got Reason。I got reason, I got music, I got love, and who could ask for anything? I got phases in green pastures, I got love, and who could ask for anything more? Old man travel, I know why that you won't find it on my door. I got stars.Sweet dreams, I got money, and you can ask for anything more.
got starlight, I got sweet dreams, I got life.掌声要持续，好不好？我们再安可一首，如何？老师，你有准备吗？真的没有吗？应该可以卷一首之类的。好，各位朋友，我们再次的掌声，感谢我们的摇滚教室爵士乐团 SY Jazz Band。我们请五位来到台前，跟大家一起进行大合照，好不好？